好，我是神灵，我们今天要玩玩具熊的午夜后宫暗圈漏洞。这次呢，我们将要破真结局啦。上一次呢，我们成功取得了爆破结局和坏结局啊，都是非常简单的结局。现在我们要破真结局啦。首先，我们之前有打倒了小鸡还有狼嘛，那么剩下一个就是剩下一个就是鳄鱼。我们需要打倒鳄鱼呢，夺取它的爪子，然后再去看最终结局啊，真结局。走吧，去打倒鳄鱼啊！鳄鱼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呢。但是呢，刚刚佛海迪有给我们一张派对券啊。派对券能去的地方只有两个，上次我们去的射击的场地跟高尔夫球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去高尔夫球那边看看吧，去打高尔夫球哟！你好，高尔夫球的，我来打球，你当球，怎么样？我有票了，让我进去。嗨，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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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为什么是直接消失的？为什么？走吧。Look for the security office in the back hallway. Since there is no flash photography allowed in Monty Golf, fast cams are often confiscated here, mainly because they are only sold in Monty Golf. It is a very clever marketing plan. 哎，不对啊。这边又不是来找鳄鱼的，这边是来找武器的。我们之前拿到这个射击的嘛，另外一个武器是相机，所以我们现在来拿相机的。哦，这边是鳄鱼没错的，我看到鳄鱼了。谁谁谁？哇！哦，下面有鳄鱼在闹啦！啊，以为我们是什么鳄鱼嘞？请问这边是报名参加的吗？不要捉我，你不要捉我，你走开，这里吗？Security office is nearby. You might want to look around the office and see if there is a way to stop Monty from hunting you. 哎，是我在这边阻止他袭击我的呢，所以不是打高尔夫球了哦。可恶，不能纯挡输了就完了。这边有一个保安室。Oh my god！ 他又知道我在这里。啊，我找到一个票了呢。我们待会要去那个地方的。好，那么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啊。还有一张卡，保安卡。等级六的保安卡。OK，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哎。What's this？ 啊，我拿到相机了。Looks like an old camera。可是我已经有手枪了呢。手枪跟相机选一个而已吧。我没有相机，我只有枪。完了。啊呦呦呦！啊，鳄鱼是吧？我要给你拍照啊！我们刚刚拿到这个票啊，所以我们要去这边 Mass Rise 迷宫的。为什么？我要去迷宫，我史上最不想去的地方呢！哦哇哦！哦哇哇哇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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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耶！手电筒提升！哎呦，你不要捉我了，吓死人！哎！哎！哎！OK，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我是有被抓的吗？还是没有？呼！啊！你们哎！天使缩小了！哎！干什么？走开！吓死你！还好我有七卡的声音啊！等下离开路在哪里？我到底看了什么鬼东西啊？他卡转就飘过去了。我现在是不是无敌状态了？他攻击不到我了。好吧，随便吧，不要管他。我们先去迷宫关卡。迷宫关卡，我来了。嘿，我有票给你。又在跳舞，我要等他跳舞完才可以进去。唉，来迷宫关卡。哪里有东西可以吃啊？我才不想前进呢！只要输了就要重新玩过。These buttons change the maze. I wonder what the right combination is. 哪里？可是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迷宫啊！按一下。According to that message, one of the staff bots brought the key to the Superstar Theater. The entrance is located in the daycare. 哈？
我们要去托儿所那边拿钥匙，然后启动这边迷宫的这个作弊器。对，迷宫作弊器，我们可以自己更改迷宫的位置那些啊。好，我们去吧，走一趟吧。走迷宫是我最不擅长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用钥匙。托儿所，我来了，请给我钥匙。我之前被 ban 了，我还可以进去吗？可以吧？耶、yeah! 哦、被 ban 了，不能进去啦。这边拥有三个宝物啊，不是你啦，不是你啦，哦，在这边啦，哦 ，OK， 开门，哦哦哦哦，哦哇哦，哇，电影院呢？这个是载入中的画面吧？广告广告，老板有一个机器人在偷懒，你看他在看电影啦，哦，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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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找到了，找我们回去吧，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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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吓死我了， no no，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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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了走开了，不要挡路不要挡路啊，哈哈，吓死人，就知道的，这群丧心病狂的机器人。成功出来了，这边就安全了，接下来去跑迷宫吧，有钥匙了，可以更改迷宫的方向了吧。好的，我们拿了钥匙卡回来啊，来，我们要放哪里呢？拉这个按钮是吗？有什么变化吗？要怎么按啊？打倒鳄鱼，拿抓的抓， OK， 我们是要打倒它啦。等一下，我们这边应该有监视器，监视器呢应该可以看到迷宫里面， OK， 迷宫的话呢， OK， 我们从哪里进去的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更改呢？ 我要怎么更改？这边是迷宫嘛，我们进去之后There is a vent in this maze that leads to the Monte Golf catwalks. I believe there is a control panel for the maze around here somewhere. OK， 他刚刚说我们要去寻找通风管道啊、哦，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嘛。我们要去的是这边有一个通风管道，但是它被挡住了，所以我们想办法移开一下。蓝色的很好，蓝色是几号呢？完全不知道，五号。没有，这个号码代表什么意思？完全不知道呢。这个拉杆呢？哦，上下左右啊、哦、，OK。那么一二三四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边进来嘛，现在被挡住了，不行，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过去。A few minutes later， 你在这边右下角是一个房间，正方形的房间哦，哦，我以为是一间一个房间哦，我在干什么？我是白痴 ，OK。我们现在呢要去的地方是这边是我们的入口 ，OK， 有两个入口，两个出口 ，OK。我们要去的呢是在这边，很好，想办法。2 hours later，OK，我大概懂了。一二三四五 ，OK， 五种颜色：蓝色、黄色、紫色、黄色跟橘色，就是每一行每一列五乘五，所以呢，这边才会有五乘五，一边是左边，一边是右边。OK， 我现在完全了解了，很好，花了一个小时啊。然后呢，我们想看一下要怎么样让自己过去啊。所以首先呢，我们需要先。OK， 首先我们这边有路了嘛，直通过去，然后到第三行 ，OK， 没有第四行那边卡住，很好，第四行的话我们需要，OK， 现在可以了 ，OK， 经过我们一段修改，哇好。哇、wow, 一个小时三十分钟都在这边玩呢，哇塞 ！OK， 经过我们修改呢，我们只需要往这边直走，对，一条路，然后呢往这边左转吗？是吗？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来到这边啦。你看，哇哇，我的窗帘啊，研究了超久。它地板的这个代表，这个绿色代表一第一行，这个是第一行，然后这是第二行，然后这是那边是第三行，然后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这样的、啊，哇。
哇哇哇！不要死啊！死了我全部都要重来了。杰队，杰队不要死！要我进不去呢，怎么办 ？Let me in, let me in。这边呢就要硬挤过去了，想办法硬挤进去就对了，对了，硬挤硬挤，挤进去就对了。Yes。OK， 最好不要有东西追我。啊，没有没有东西追我，很好。这边是来到哪里呢？来到高尔夫球场地。喂喂喂，我绕一圈回来干嘛啦？这是干嘛的？使用这个射击射这个吗？哦，射到了，射到了，耶！不不不不不不，彪彪彪彪彪彪！哦，我要打射，来，对的吗？不对啦！你干嘛？不要叫！你叫不要让我死的，我警告你！不要！他戴着墨镜，我不能闪光，我闪光对他无效，相机也对他无效。Oh no no no！ 拿掉。No！ 还追着我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不要追！不要追！也许我需要玩这把枪。四那边啊，那边有箭头 ，OK。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不要不要看到！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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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转角，一直转角，不然会冲过来。对。哇！不可以跳的啦你！你才立头啦，直接算叫立头，你小鸡鸡啦！他那个灯的声音是骗我的，你看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这边，你看。OK OK OK， 好了好了 ，OK OK， 接下来我干嘛？弄倒这个桶子，等下等下，我要怎么弄倒？我要怎么弄倒？哎哎，有按钮有按钮哦、oh, ，no no， 按下去 ，try lock it，try lock it，yes， 啊 ，yeah yeah， 哦，啊，啊，鳄鱼其实如果可以存档，加上你知道迷宫怎么走的话，超级简单。OK， 我要去收集他的爪啦。Hey yeah， 你没有爪啦，谢谢给我。哎哎，要怎么收啊 ？OK， 拿到你的爪了，很好，很好。你的身体我也收回去了。哇，那怎么离开啊？啊，这边这边这边。哇，我回来了，耶、yeah! ！绝对不要死，机器人怪怪，对，怪我这边，我绝对不想死。死了全部都要重新来过。三级的主，来吧！先来拆开你的手臂啊！OK， 拔掉线。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match the pattern correctly. 再脱掉手，脱掉手。OK， 加装下去。Reconnect with the new armature inserted. Reconnect the colored wires.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Holy crap！全部重新来过。No。Q。Later。Great job。OK。啊，关起来！哎，为什么关起来呀、啊？你为什么？为什么？你到底有什么毛病的 ？One nap later。OK， 关起来，我要按哪里呢？按中间。我刚刚按旁边失败了，那我按中间了。来啊，一二三，按下去。OK OK， 你不要每次都来锁我。OK OK OK， 哇！哇！我冲跑了，冲跑了好多次啊！我们终于成功了。Arms are different. Where did you get these parts? I'd rather not say. Unfortunately.I should now be able to smash through the cyclone fences around the building the way Monty does. Exactly like he did. 现在呢，我拥有他的手了，我们就可以破坏那些链锁了，对，那些关着的链锁。OK， 根据我的调查呢，我们现在要去垃圾站，对，之前在狼那边遇见的，他的后台有一个垃圾站嘛，对，我们就是要去那边。
就是这边，对，我们这边呢发现到垃圾站吧，这边下去。OK， 听说是这里的吧？真结局是吗？不管怎样，我们下去看吧。对对对，你看这边，哈，敲破你的门。Yes，OK，我还是变回原本大小吧。你要跟着我走哦，不可以让我死哦，知道吗？绝对不行哦，跟着我走。为什么要进不来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 ！OK OK OK， 我知道你进得来。OK， 哎、欸，这边需要那个小鸡的声音。OK， 门开了，很好。那么这边 OK。Gregory, be careful. This elevator does not appear to follow any safety protocols. 我确定要去吗 ？I can survive more than one trip. 好，我确定要去 ，Go go go go. Yes.既然问我确不确定，那就打 boss 吧，拜托你帮我存档好吗？到到，我要开这个发电站啊。OK， 可是我没有时间要开几个呢？哇哇哇哇哇哇 ！OK， 过来过来一下，玩具熊过来，保险起见过来啊！有一个机器人。对他没效。OK。哎，还有哎，这什么地方？哎，这是什么？以前的披萨店吗？等下，充电一下。不能充吗？现在要去哪里？哦，进这个洞里面吗 ？I know what this is. I have been here before. She brought me here.I found myself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I cleared the path. I did not want to, but I had no choice. Now I have a choice. 啊！哎，哦，没事没事没事，哦，吓死我！为什么？为什么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No! No! 你不要死 ！No! 哎，哦，从这边开始。哦，我喜欢存档，我喜欢你存档 ，I love you。I love you。我前面已经玩了三个小时，我不想再继续了。可是为什么要杀我的？ I found myself 小心！ First time when I cleared the path. 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哦，不能太大声哦，走路不可以太大声。OK， 那么接下来呢？他在睡觉，他在睡觉啊！他是白色的熊，白色是哪一代的？第几代的？就嚣张啊，一直杀呢，就是不可以出声音就对了。也许。我们要以玩具熊的姿态下去。She brought me here. 哈哈，是不是不敢做我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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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I did not want to, but I had. 接下来呢？哦。Now I have a choice. I have changed. My friends are here. They are so angry, confused, but I can protect you. 对。你可以保护我。你不是你，me. 你在攻杀小，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去，但是我们要去哪里？喂、欸？哦哦，第三木板，第三木板会碎掉，哇！掉下来了。这边是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隧道开过去了。有一个破旧的玩具熊苏醒了，等下，是以前的兔子，前几代的兔子，破烂掉了，是那个紫色的那个兔子吧？哎，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吧？哦，他在控我，还操控我们吗？他在远距离控制我们？等下，耶耶，我要死了！OK， 现在该怎么办 ？OK。Stop him. What was that? Whoa. Are you okay? 起笑，一起笑。He's trying to take control of me. 是他吗？他还尝试控制你。我把你杀他！杀他！要要要 ！What is that thing? 我把你杀他！还要再杀吗？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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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控制你的话，我就帮你杀。OK。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这边有一个洞口，这边有三个监视器可以喷火的，然后旁边有两个门，他来的话我就要关掉，很好。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干嘛呢 ？Look out, it's Chica. Chica. The doors.
他叫我关门起来，关门在哪里？切卡！啦啦啦！啊！兔子在那睡觉的。这是以前的兔子吧？因为现代兔子跟以前的兔子并不一样啊。It's Roxy. What do we do? Roxy. 藏起来，藏起来！等一下，等一下！藏起来，给我藏！他叫我藏起来，就要藏进来肚子里面。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藏的，我知道。这边吗？他说门挡不住 ，Roxy， 干嘛？干嘛？等下，等下，等下！等等，等等下，等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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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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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怎么回事？现在怎么回事？他跑进去里面，你看，你看，我现在该怎么办？他是在被操控，哪一台？哪一台被操控？为什么刚刚玩具熊会抛弃我的？哦，还没有电了。哦哦，还没有电，它不会袭击我，它会抛弃我。OK， 很棒。My friends are here. They are so angry, confused. But I can protect you. I. 哦，原来这些是他的朋友。也是啊，这么多玩具熊里面只有 Freddy 小鸡可以翻新而已啊。然后这些都是他以前的朋友。哦，这边是旧的，这边是旧的披萨店。哦，等下等下，把我丢出去，快点，我去帮你一下。哎，不要再控制我的人了 ，OK？ OK？ 杀了你嘞！我们等他 T 笑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按那边是放火，然后旁边有声音的话就是要关门，然后狼来了，我们就要躲进他体内。Roxy， 怎么办？嗨，你还有电吗？OK， 有电 ，Roxy， 等下，等下，等下 ，Roxy， 我记得 ，Oh shit， 控制个毛线你啊！不要控制我的玩具熊 ，Roxy 应该是用小鸡的声音吓死他。哎，为什么没有电了？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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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可以躲？玩具熊 ，I'm sorry， 我很抱歉，我没有电了。你刚刚满的，直接一秒结束，你是王八蛋吧你？秒射侠的一秒没电是怎么样的啦 ？OK OK OK， 给我进去。那么用我们小鸡的声卡吓死他，应该是。对对对，他跑了跑了。OK。又没有电，你被操控，被操控，操控你老师，烧死你啦！死兔崽子！啊，什么东西？通风管吗？鳄鱼，哈哈哈哈，鳄鱼下半身瘫痪了，所以只能用爬的。哈哈哈哈哈哈！哇哇哇哇哇哇！出手 play， 哇塞，这什么鬼东西？是电线。电线，我记得有一个玩具熊是可以控制很多电线，那个全身黑，然后脸白白的面具的那个啊，哦，不是，是一开始我们遇见的那个，是刚刚我们用人的身体被，呀，为什么？我们要躲避下水道 ，OK。但是这一只也太强了吧，可以远距离控制人呢，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边的监视器给打掉吗？这样他就没办法控制我们的熊啦。哎，这是很聪明的想法呢，哎。我提出跨时代的想法了呢，你可以不要控制了吗？烧你啊！这个管道我们不能待在这边，等下被触手攻击，很好。哎，完了，我太早用小鸡的声音了，完了完了。嗨 ，surprise， no， 完了，你背叛我，你这个时候去充电，讨厌。等下玩具熊被控制了，等下。为什么是你？他被控制了啊！谁叫你要去充电的、啊，王八蛋 ！OK， 给我滚开啦！闪一边啦，闪远点啦！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你看，你看，听无呢？哎呦，又再出来了，出来多一条了，等下，越来越多条了，恶心，好像在玩走迷宫一样哦！哇哦！你为什么抓到了？
没有电了，完了完了完了，没有电怎么办？等下等下，鳄鱼来，鳄鱼来救我救我，鳄鱼来了，没有电了，啊完了，我为什么会被放下来？救命！有鳄鱼，有鳄鱼，有鳄鱼啦，有鳄鱼啦，救我啦，救我啦！Oh shit！ 他会马上把我放下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跟我过来，跟我过来。你就在这边吧，你。希望不要没有电啊。希望啦。要没有电了，你不要这样。要没有电，救命，救命！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一个抢占人士啦吼 ！Yes, yes， 我烧死了！哎，这次出手没有出来，是 bug 吗？是因为那边有些东西一直在追着我的关系吗？啊、！Yes， 哦，他被出手给抓住了。哎，哎，我们就这样跑走，跑，快跑，快跑 ！Yes, yes。结束啊！跑去哪里了？这个就是真结局，两颗星的啊！我找到所有的武器了，所以才可以来这边的。我就这样赢了。自从鳄鱼来之后呢，触手啊或者小鸡那些没有来，因为呢这个关卡里面一次只能出现一个怪物，就是有小鸡他们来的话就不会有触手啊，就是触手不会跟小鸡他们一起来的，会一直出来，然后停着之后再小鸡他们出来的。但是呢，因为鳄鱼一直出来，我们没办法阻止他，他没办法抓到我们，所以呢就变成卡住了，他就这样直接被我们烧死了。那个一直那个一直控制着我们 4ID 的人就这样被我们。哇，这样结束了吗？看后面还有没有啊？我要这9的关卡。继续一起在外面生活了，你看，你不要跟我说是天堂哦，绝对不要跟我说是天堂。哇，美轮美奂的，像一幅画一样。但是呢，这个只能撑一下子啊，因为 4ID 在外面没有充电站。哎，把发电机拿过去不就好了？逃走之前顺便拐走一个发电机啊，这样不就好了吗？哇哦，我们进入点就变成这边了，呜呼。弗莱迪，弗莱迪，你看，这是你，你亲戚哦，这是以前的你啊，你知道吗？以前你就长这样的，哈哈哈。好的，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啊！哇，真的是啊，要玩这个结局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关卡不是很难，对，但是呢，非常的棘手。比如说迷宫关卡，你就会困了很久，然后下去呢，还要被触手那些捉到啊，触手还有很多个井盖，你要不要看的哦？真的是啊，一直重复玩了这个关卡，玩了3-4个小时呢，应该算快的吧。迷宫第一次玩困了1个小时多，然后接下来呢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已经了解它怎么运作了嘛，所以后面会比较快一点了。迷宫真的是我的天敌呢。好的，这一关玩最熊的午夜后宫暗圈漏洞就先玩到这里了。今天啊，我们再次的取得正结局，这是真正的结局啊，打败地下 boss， 就是以前的玩具熊们，打败了他们，然后之后逃出去，两个人像一幅画一样，但是只有短暂而已啊，因为还要没有电了啊，这就是真结局。那么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结局啊，比如说英雄结局啊，或者是屋顶的结局、通风管的结局，还有地下室港口那边的结局啊。对，我们呢之后再想办法去过，我先研究一下，慢慢研究。哇吼！那么就先这样，喜欢的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并且分享。那么我们下次见 ，Say cheese 哦，你跟以前的玩具熊一起拍照，来 ，Say cheese。Oh, what are you doing? Oh, 拍照一下嘛，不要这么小气。我没有放相片的纸进去呢，所以没有出来，只有闪光照下你而已。哦，哇哦 ，Yeah!